我们就把手放下。第一个动作呢，哈，我们就是手叉腰，好，所谓三腔舞就是比较习惯用脚垫，哈，蹬步，哈。那待会会我们会结合你的音乐，好，你要先唱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唱一段，唱一段，好，那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双手叉腰，哈，双手叉腰，不要不好意思，我说你照一下，好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我跟你说，七岁到八十岁都会跳。我们这个也可以结合，我们来试试看看你们这个团队的自律神经跟平衡感好不好。这个非常简单，刚刚第一个动作就是刚刚那样子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呢，十字五步就是前后右左，好，圆圈会动，前后右左。比如说好了，十字五步就是一二三嘿，二二三，后面右边两圈拍手，左边两圈拍手，脚步是前后右左各两拍，但是我们要运用到手，这样会吗？其实不会，我知道。好，来，我再一次，可以的话哈，来，我们就是前面两拍，但是手是用圆圈的，这样会吗？来，向前用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好，左边，左边两。所以你们可能就没像我这样跳，所以我们就是小一点的方式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只是在那个定点的时候是欢呼，好，前后右左，那右边呢两圈，这样，会不会大的哦？是这样哦，好，好，前后两圈，好，然后拍手，这个是第二个，第三个动作就是手拉手，手一定要牵着，要不然会塞车，那个圆圈就不好看。好，那我们所有的脚步呢就是这样来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牵手的时候就是来，右脚踏，左脚抬，左脚踏，左脚抬，然后右脚抬，右脚就是来验收一下，我们结合三哥的歌谣哈，飞吧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有没信心呢？有，好。待会我们下场这个歌的话，是比较快一点的哈。可以啊。好，准备开始喽，开始喽。在前面吗？因为受了因为有，因为受了因为有，因为受了因为有。这时候对，原地踏步，好，头摆正，好，前。Yeah.
有趣，谢谢。好，有。